475萬可以買到城中心嘅一房户，呢度就紅磡嘅萬橋，佢之前賣到好貴，有600幾萬一間咁嘅屋。入門位就呢度啦，呢度有少少玄關位，可以做一個好窄身嘅鞋櫃啦。咁入到嚟就一個客廳，呢度就一字型嘅廚房，有張台可以拉出嚟，所以啲設計要花少少心思。然後呢度就有雪櫃啦、洗衣機啦，然後一字型嘅台面啦，上面就係啲儲藏格。開呢邊好啲，都 OK 嘅收納功能。然後再轉過嚟個廳就好細啦，基本上擺張餐台就得啦。咁個露台位 OK 嘅，望出去景觀都夠闊嘅。咁就望到筆架山、啟德個體育場，然後成個海景，周圍嘅舊樓就比較多啦。因為紅磡呢邊以前係一個工廠區，慢慢改型嘅。轉過嚟呢度就係一間房啦，房基本上擺張床咁樣靠邊擺，擺完之後諗辦法擺個衣櫃。又轉過呢度，個浴室都係洗手盆、坐廁、浴缸就大啲啦，咁可以轉到身，好嘅。又有個窗嘅，呢間屋就475萬，值唔值呢？你諗一諗，但係景觀就 OK 嘅。